走走走。 这种组合梁可以充分发挥混凝土的抗压性能和钢结构的抗拉性能，承载力和使用寿命都比普通混凝土桥梁提高10%左右，而且自身重量轻，节省钢材，具有低碳环保可持续的特点。 钢混组合桥梁可以实现在工厂生产，在现场拼装架设。所以施工过程中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，而且桥梁使用寿命到期后，钢梁还可以拆除回收，循环使用，代表着未来桥梁建设发展的大趋势。加上，加上，加架子，加。